我有咩特徵？你係講咗嗰啲女仔啲特徵，問非所答，抵爆啊！Kiki，邊有啲簡單㗎嚇？啊，嘉樂做啲乜嘢你最睇唔過眼嘅咧？一二三，成恐嚇人啦，即係自己啲台詞自己做係恐嚇人啦。誒，自己成日遲到啦，就笑笑口啦。最中意咧就溝嗰啲男士演員啦，好似自己咁樣啦。幾中意改台詞咧，就話俾人聽啦，係咪？自己女嚟咧就話我係咁嘅喎，走就我啊！邊要揸靚車啊？係咪？就全部咧就係車嗰啲女仔唔車啲男仔啊？係咪？拍拍戲嘅時候咧就係。 撩鼻屎啊！咁啊，唔知點啊！喂，普通嘅啦，喂，壓住個，哇！天險啊！真話，咩叫真話啊？冇句真啊！蘇華，有咩嘢令你發現你嘅對手喺度談緊戀愛咧？諗緊後場嘅時候咧，就發開口門咧，就話盈盈啊！誒，好中意割寶啦，嗰排咁咧，又會誒成日咧就即係捽只腳咧，跟住就誒喺度笑啦。 跟住咧，佢有一次問我：，點解你唔係短頭髮嘅？我中意啲短頭髮㗎。又話出 trip 咧，就會買個袋，又唔知會送邊個，送俾邊個咁樣啦。打嘅時候咧，佢完全唔留力㗎，完全唔錫我㗎。佢心裏面不斷掛掛住第二個女人咯。仲有咧，佢有陣時咧，即係當你自己大婆咁樣。有陣時咧，佢咧就哇！你好易整到咁大先爆。 即係接佢太多嘢想講啦，放一崩你啊！我知道你講真嘅啦，因為佢買過台嘅時候咧，即係假嚟㗎嚇。喊啊喊啊！即係同我做咁多場戲都冇話遲到，係咁，我想講係咁啊，係啊，即係你起碼我證明到啦，但係落落盈盈嗰啲係真㗎。唔知我都未見過。係啊，真係咁啊！如果到聽早啲到啊，哇！點解冇即小記呢啲？好啦，唔識抵死題，大家都知道咧，美國嘅首都咧就係華盛頓啦，係啊。 咁啊，中國嘅首都啊，北京啊，日本首都啊，東京啊。請問澳洲嘅首都又係邊個城市咧？蘇華，你講先啊。Adelaide。點解你會覺得 Adelaide 先？覺得係咯。西米。墨爾本兩個，我問一問寫咗先嘅之餘啫。你覺得係墨爾本咩？我一開頭想寫悉尼嘅，後屘諗下係大城市嚟嘅。呢兩個咧都係我哋比較上熟悉嘅地方嘅，悉尼、墨爾本。 但係咧，四個都係錯。坎培拉就啱嘅。地理題，以下請問邊一個先至係香港真正有嘅地方咧？係喺荃灣郊野公園嘅附近嘅嚇。A. 白羊角 B. 黑豬鼻 C. 赤馬頭 D. 金九橋 E 青絲洲 ，F 黃老虎，你哋班油仔。三個係揀赤馬頭嘅白羊角就係蘇華。華姐，見到你咁啦。點解係你揀白羊角啊？我唔知啊，神推鬼拱咯。阿林，幫我招呼下佢啦。哎呀，唔使我啦，哇，爽啊，之前啫，新手敏捷。阿翠，唔該你事啊。 唔關你事啊！唔關你事，你真係話好啊好啊，呢個題目好嘅，阿王，點解你會揀赤馬頭咧？咁你船灣梗係有碼頭啊嘛？點解咧？我都唔記得曬嗰啲。咁你揀唔揀？你知唔知你揀中咗咩啊？嗱，俾機會你啦，你轉唔轉？轉唔轉？一。
二三三是啱的。好嘢！草药题，哪一种才是真正的草药呢？是主治食欲不振啊、胎动不安啊咁样啊？你知唔知汤水可能你好熟喎 ？A 踢炮 ，B 粟沙 ，C 藤鸡 ，D 莫姜 ，E 镜青 ，F 裸胆 ，G 牛底。藤鸡是咩话？藤鸡是 C。哦 ，C 系藤鸡啊。又 C 喎，點啊？又係 C 啊，張國強。好啦，問下 K K 先，點解你揀藤雞呢？真係藤雞㗎，不過我諗住有啲藤咁啊，即係就有關啲草藥事啊嘛。有啲土有啲即係雞精咁啊煲下咁啊，所以藤雞咯。阿翠，關我事㗎，唔關我事㗎。嚇？有啲咩唔關你事？坐低隔離唔關你事。好啊，翠，俾你揀，你揀咩？你揀咩？揀驚青。驚青。藤雞。之前姐姐點解你會覺得係薑咧？因為我諗住有個薑字咧，係應該係即係藥材啊，即係有幫助咯，係冇啊？莫薑一係唔使驚啊嘛，莫薑係啱㗎，好嘢！好心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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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輸咗嘅。正確答案係粟沙。好啦，而家就係語言題，泰文。項目咧就叫做拉筋，限制咧就叫做針吉。咁請問歷史泰文係叫咩呢 ？A 揸奶 ，B 揸水 ，C 揸 lift，D 揸刀 ，E 揸鏈包 ，F 揸頸做命 ，G 揸揸針布，揸揸針布，揸揸揸揸針布。請問係咩咧？K K 咧就揀咗啦，係揸鏈包。D 姐揸奶啊！哇！一見到 D 姐揸奶，跟住玉華就馬上就係揸奶。B 係咩啊 ？B 係 B 係揸水。水。C 係咪揸 lift 啊？揸 lift。C 係揸 lift。揸 lift。呢個。揸水。揸水。揸水係錯嘅，錯嘅。阿川，阿川。開心啊，川。好啦 ，A 咧就係支持姐玉華，阿翠咧。阿翠俾你揀，揸 lift 啊！唔係噶，你揸 lift， 揸 lift， 我揸奶啊！你究竟你揸 lift 我揸奶先？你揸奶，我揸 lift。佢揸奶，你揸 lift， 我搞掂揸奶先啦，好嘛？好事啊！好事啊！問翻循環先啦，點解你講你揸兜咧？如果唔係歷史就要揸兜噶啦，我唔信歷史係揸兜兜。K K， 點解你會覺得係揸鏈包啊？嗰兩個因為歷史啊嘛 ，limba 歷史啊，咁我係得呢個。完全拉筋啊！好嘢，阿翠，我撞邪啊！而家剩翻咧就係揸鏈，揸頸就命，就揸五步。咁你話你係咩啊？揸鏈啦，梗係揸鏈啦。動物常識題，請留意我身邊呢位動物。當一班火雞乸喺附近冇雄性火雞嘅情形之下，佢哋會點樣繁殖下一代呢 ？A. 大聲呼叫，希望遠方嘅雄性火雞聽到，趕嚟揾佢。火雞邊人咁叫嘅？咁佢新界啲雞嚟㗎嘛？呢只一睇就知係冰鮮雞嚟嘅，以前啲雞喺附近求其揾一隻雞，無論係紅子雞好乜嘢雞好，都攞嚟交配下算啦。C 屬性唔交配啦，火雞乸咧自己其實可以搞掂生雞蛋同埋孵蛋嘅。D 揾攤水中落去，減低自己嘅性衝動。咦，由於火雞係同感恩節有關係，所以咧上天咧就會安排一隻紅色嘅火雞俾佢。哈利路亞，哈利路亞，要加倍啦！今年揾到個傻嘅，所以佢哋叫雞唔係雞叫，真係好在行嘅真係。阿翠，你又大聲叫啊？我唔係咁嘅，我係咁
啊！好啦，啊，你同阿翠都有個相同喎，就係費緊事交配，自己都會識生仔。都係咁樣。阿王，阿王 ，F 好 F 喎，大佬。我醫啦，快啲醫。好啦，你而家係答到我哋第八條咁滯，係第九條答第八條，九十八。揾啲水落去解凍就算啦，明欣得唔得啊？飄過，有見雪飄過，好飛啦！嚇，個個咁錫住佢，自己人啊？唔係啊，你睇下，呢個係咩波嚟㗎？呢個360度要全部方位都有㗎嘛？拗曬頭啦已經。A 係錯嘅。我哋次次擋到嘅啫，是肉摔添啊你！嘉樂，你良心真犀利，次次擋到嘅。正確答案係火雞係唔需要交配，可以自己都生蛋同埋孵蛋。哦，跟住係無聊 IQ 題，大家可以推一個人出嚟答，兩個揀姑丈，兩個揀梁翠。咁啊，劉玉聰同姑丈答啦。極度無聊 IQ 題，請問拍戲咧有三個明星，一個叫車車，一個叫波波，一個叫雲雲。但是其中一個咧就好中意遲到嘅，究竟是邊個呢？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平時真係撞嘅啦，唔好扮諗啦。車車，車車，點解點解？遲到咪車，因為車佢咯。車，遲到咪遲到。好嘅，遲咗少少。黃老虎，啱唔啱啊？車車，絕對係正確嘅，要拍，要拍。平時我哋真係。兒童樂園通常都係玩咩啊？誒，大家都知道風波池啊！啊，俾啲掌聲啊，各位嘉賓！你而家睇緊嘅係 TVB USA 官方頻道，想睇多啲 TVB 精彩嘅節目片段，就快啲撳下下面呢個鐘仔 subscribe 啦！